物。我们后园种的豆角吃不完，很多网友建议我呢就晒一些豆角干出来吃，我今天就过去摘一些来晒。这一根都长得好大了，有点老了，这种晒豆角干比较好吃的，米粒比较大，你看长得这么长了。这些摘不摘都老了，吃不得，我赶紧把它摘回去。你看这个花生长得好快啊，一下就到我大腿这里晒干了，焖猪肉、煲汤都可以的。像这么大的太阳，晒两天就可以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老五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哦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